好，那么我们接着昨天的解说啊，开始这个第二个任务的解说。这个任务叫 The Kidnapped Girl， 就是被绑架的小女孩。啊，你看到我这个三个队友知道我在录像啊，他们准备摆一个 pose。他们要摆什么样的 pose 呢？三个人站成了一排，哦不对，现在是一前一后。啊，一个男的在前面蹲着，后面一个男的在动。啊，那前面那个男的发出了叫声。啊，这个动作还是很猥琐的啊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很猥琐的人啊。大家能看到这个。这个画面上出现了几个稻草人，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选择，玩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职业来完成不同的任务。啊，我呢一般性喜欢用那个 Marksman 就是那个狙击手，还有一些近身的这个战士，或者是这个放炸弹的。这个我没有详细的研究过，那我们四秒钟后开始比赛，啊，开始那个这个任务。啊，大家看到我前面在这个用拳头挥击我的队友啊，这是一种热情的表示，我不是在使用暴力，大家要这个反对暴力啊，支持和平，是吧？ Those bandits from Fort Mercer went and kidnapped Farmer McGuffin's daughter. He's hired your gang. Infiltrate the fort, kill the kidnappers, and bring his daughter back home safe. 那个啊。这个经过昨天的这个视频传上去之后呢，各位玩家表示这个我的声音不够猥琐啊，这个内容已经猥琐了，对吧？声音还不够猥琐，但是我的声音呢没有办法变得猥琐，所以因为我是个很纯洁的孩子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，大家都明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大家就见谅一下啊。好，我们说一下这个任务呢，就是要去拯救一个女的呢，这个被这个山寨大王呢给抓到这个山寨里面啊，就我们要把她救出来。女的呢是某某人的女儿，我也没有看清楚。这个不重要，是吧？重要的是她是个女的，我们四个都是男人，是吧？然后把她救出来，然后做一些什么事情，是吧？大家都能看到。好，那我漂亮的击杀了一个对手啊，我又击杀了一名对手啊，我打到了他头啊，你看到，枪法还是非常神准的啊，我瞄准了他的腿啊，没打中，好，被干掉了。这一关的敌人呢，还是数量比较众多的。是从里面往外打啊，那么有那个重机枪手，有那个狙击手，兵种也很复杂。大家看到这个门，这门就是我们待会儿进去的地方。前面那个地上绿色的就是炸弹啊，我们要把它这个引爆，我快跑，向前突进啊！我的几个队友已经忍不住，已经往前走了啊，很猴急啊，看到了，性急，知道吧啊？我看到敌人，我开了两枪。好，虽然没有打中敌人，但是敌人已经被我吓晕了，这就是一种那个实力的体现，是吧？有时候开枪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这个威慑敌人。好，我又看到敌人了，好，漂亮的瞄准，就不自动瞄准，这个自己瞄准的，看啊，自己瞄准也瞄准的这么准，虽然我没打死他啊。哎呀，我被攻击了，好像是右侧，好，躲起来。哎，怎么感觉好像是自己人在攻击我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已经被炸开了啊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拿出狙击枪，漂亮的瞄准了对方，喜欢瞄准对方头部，我是一个 很准的狙击手，只有无比牛叉的狙击手才会选择击杀敌人的头部啊，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。好，我快跑，来到门前，做了一个漂亮的掩护动作。对敌人，我开枪。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这个在使用敌人，我漂亮的一枪打爆了一个油桶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去。虽然敌人很多，但是我们的杀敌速度也是非常快的，一下子就被我们剿灭了。现在能看出地图上还有三个敌人。哎，大家没看到地图上出现一个漂移的这个灯塔，很诡异啊，这很诡异。原来是个鬼城，有一碰他倒下了。我难道触怒了神明吗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！这个游戏的这个玩家的这个制作人的设定是非常的这个神奇的啊，他们还是想到了有鬼魂这个东西啊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往上走，这个女的呢就在那个另一边。好，我准备绕道过去，但是我发现这是一条死路啊，我还不甘心，我想往上爬。但是问题是我爬不上去啊，人太矮，这个身高只有1.6米啊。
但在西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吃的营养不是很好，所以1.6米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啊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。好的，我的朋友倒下了，我朋友倒下了，怎么会倒下？对，他头岔了一下，那头岔了一下啊，这个是口爆吗？啊，这个显然不是啊。他站了起来，表示了非常的感谢，谢谢你抱了我。好，打了一，好看我的队友扔出了一颗这个榴弹。他这个扔出榴弹来要。啊，敌人已经死了三个，很厉害，一颗榴弹炸死了三个头目。地图上这个出现骷髅的就是头目级的玩家，头目级的敌人啊。好，我跳了，我跳下去了。哎，我怎么跳下去了？眼前一片漆黑。但对于我这种经验老道的这个牛仔来说，从这个高度跳下去还是没有伤害的啊，还是没有伤害的。好，我又爬了回来，啊，这个是非常无聊的事情，跳下去又爬了回来。好，发现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就在那里啊，那个女的衣衫不整啊，不对，她穿着衣服。